新原石影柠檬树下的功课。柠檬叶子嫩绿清脆，花朵淡雅芬芳，切开的柠檬晶莹剔透，鲜嫩多汁，果香四溢，令人陶醉，但吃起来却酸得让人全身发麻，似乎能把牙齿都腐蚀光，根本无法下咽。爱情就像那样，看起来很美，可是实际经历时却是酸涩的，让人无法承受。人的感情非常薄弱善变，就算能坚贞不变，但往往也会因为突然的天灾人祸而无法长久相依相守。人生悲欢离合的主题造就出了多少伟大的经典文学艺术作品，那都只是柠檬树下的如泣如诉的感叹。如果把整个人都寄托在爱情上，当遭人出卖背叛，或者爱人先离开人世，那整个人就完全崩溃，根本无法活下去了。唯有回归到创造我们的主面前，才能感受到真实不变的爱。圣经上说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